大家好，我是船长，我是船长。船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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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船
本次航行的目的地是伊利耶岛，值得一去的地方是鹿井泉和欧比克莱歌剧院。而在我们航行方向的左边，著名的枫丹科学院就在天上，托实验事故的福产生了新的景点。人类的智慧真是壮美呢。 即将到站，离开时请带好随身物品。虽然我会把乘客落下的东西带到失物招领处，但处理相应的文书记录真的很麻烦。毕竟我们美露星的手不太适合拿笔。下船时请小心。很荣幸能担任本次航行的讲解，谢谢。